是梅林慈，今天我要教大家折纸船啊，就是长这样，嗯，很简单。首先你需要一张 A4 纸，然后把它对折，嗯，我折过了，对折，然后再对折，对折完了以后再把它打开来，好烂啊！打开来了以后，中间不是会有线吗？你就把没有开口的那一面往下折，再把它往下折。下面有开口的地方，下面有开口的地方呢，把它往上对齐折好，后面也是一样，先这样。然后把它从中间打开来，打开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对折起来。啊，这里会跑出来那个须须，你就把它往内折起来。往内折起来就会像这样子，没有须须了。然后呢，有开口的地方再把它往下折起来，往下折起来，像这样。这里还有一个开口，我们再打开来，打开再对折，然后把它倒过来，这里有可以拉的地方，拉开来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折一折，下面的洞要稍微打开来，然后就折好了，你的船就这样折好了，好。